因长老教会牧师提到，那地方请主张就是主张拢真明确啊。其实顶礼拜会并无可能有一个变卦，讲这样代志管就是什么立场啦。本教会根据圣经，根据这个管就是什么立场。顶礼拜理论上是无可能有这种代志。伊刚才当讲，目前阮几票对几票的情形下面，阮认为安尼。Next meeting 有可能会搁变。因为大家人的观念，大家人的了解会一直改变嘛。那是基督教上基本的精神啊。基督教的精神，上基本的信仰，就是到见到上帝了，你才会知影。所以咱伫世间所有解释拢是暂时的嘛。包容。对啊，啊！你咱拢是暂时的，咱搁继续在上帝继续在甲咱讲话啊。啊，咱继续在进步啊。哦，啊，好，今日我顶礼拜四买个无条件啊。哦，你今仔日讲的耶稣个话的道理嘛，是在讲这嘛，对无？你这是无死的嘛，无讲死的代志嘛。哦，啊，都是世间的宗教大部分拢讲死的。世间的宗教大部分拢讲，这就是安尼，这就是安尼，你就会使安尼，袂使安尼。啊，什么人讲的，要有圣像讲的就无圣，对无？大部分的宗教拢安尼嘛。啊，耶稣所传的的信仰，叫基督教的解释，根本就唔是安尼嘛，就是教会拢都无咁快，哦。啊，所以就是啊，其实基督教会唔是咧主张民主，是咱这个世间人的这个政治思想来挖基督教会，来对基督教会的精神，哦，所以你就要尊重人大家。那迄个耶稣伊就是主张讲，咱应该爱。serve 爱帮助弱势啦，吼，爱帮助弱势，爱 serve 迄款嘞小民吼，啊，你得爱以大事小，啊，你在世界才和平吼，啊，你啊，较早儒家的时阵，表示你，伊拢教你爱隐忍，你爱，你凡事有冲突爱忍着，忍着，你拢过去了吼，啊，你自己君。你都爱臣服，爱拢完全拢臣服啊！你对，吼，你对你 authority 拢完全拢是吼，安尼足谦卑，安尼才法度失败。看在儒家也是安尼，你甲你讲吼，所以你小民你才法度失败啊！但是这个基督教的宣，他就把这个民看为较重啊，较伊感觉讲这个民，你认识神，你 pursue 你个人的迄、那个。happiness， 你个人的迄个，即个较基督教的精神是安尼，伊较甲这个民吼，所以放下较悬的迄个。